今年2021年是日本三月的体统是创业，就算10年内，一到日本人对台湾人的听数都还是动感通。屏东县政府同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在屏东演武场合作的举办日本漫画家感谢签名办展，特别邀请日本有名的漫画家准备了108的签名版来留下对台湾感谢的发言。这个放20年有。眼神用球房子打扮给漫画面，看到介意给漫画家，情书画给感谢台湾签名版，相当感动。看到老师的那个签名，其实是很感动的，因为就是这个当年我还很大概很小的时候，然后现在是靠老师亲笔的签名。北斗神拳啊，有看过，晚上有看过。哎呀，白漫画展哈，彰显的出我们台湾跟日本两国之间的生命共同体，从小朋友到大朋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蜡笔小新。小朋友介意嘅北斗神拳同上司立面，还有小朋友介意嘅蜡笔小新，一共108的日本漫画家，同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所长加藤银次嘅协助之下，跨公司共同展出作品。出版社是各自竞争的。漫画家自己也竞争了，他们愿意为台湾创作这样的画，然后写下他们烙印烙款他们的名字，然后写下他们的创作，都是即时创作，这真的很不简单。除了感谢日台交流协会的协助，旁边还在一排感谢替台湾疫情紧张的时节，日本500几乎总数有390万剂的疫苗本台湾，听说台湾对抗病毒威胁一再用行动证明，台日双方最真的情谊。下届新闻，潘胜旺平的报道。